在为钓鱼会落水而担忧吗？还在为钓鱼反被鱼袭击而害怕吗？对于有智慧的人而言，零危险，零隐患，就能轻松钓大鱼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独门绝活，泳池钓大鱼。主要步骤有哪些呢？第一步，抛竿。没错，我的竿就是这根蓝色泡沫管。要知道，蓝色和泳池更配哦。第二步，耐心等待。运气好的话，哎，有情况，有鱼上钩了。哟呼，看这水花，还是一条大肥鱼呢。第三步，收竿，快收竿。鱼上岸了，快快拍晕这肥鱼。请注意，下面最关键的第四步，钓鱼的精髓，那就是拍合照。这演技简直是难以攀登的喜马拉雅山呐。古诗很难记，但是有智慧的人往往会用愉快的方式来记忆。好记好背，还很好玩哟。